今天就讲那个非线性。上一次讲的是线性，现在讲非线性。非线性就那样，它的问题就变成功。minimum 就是求那个 fx 了，对吧？线性的时候呢，这个 fx 呢，其实也不是线性，是一个二次型的 xt a x 加上 b， 就这个，对吧？那现在嘛，就变成是，就是求这个问题。那个算法，我们先讲算法，然后就讲算法的性质。这个算法是书上叫算法几，算法五点四。就书上的算法五点四，这个就是 PR 的算法，这两个人啊 FR， 啊，就把我把那个算法写一写就完了。这个是给定 X 零。这个是一个起点，其实还要给定一个 epsilon 大于零了，这个反正，然后呢令，就初始化，初始化的话应该是要计算，这个就 delta f x 零，然后就 p 零。P 零就等于负的 delta F 零，这个相当于初始化，然后 K 等于零，这个迭代步等于零，这一部分就相当于初始化，然后就开始迭代化呀，化呀就这个零 delta F K， 这玩意大于 epsilon， 大于等于 epsilon 怎么会就反复的做。反复的做的话就是计算 alpha k， 这个呢就是应该就相当于求这么一个东西的近似解，就进行一个线搜索了。算这个东西有了这个玩意儿，那么就是可以这个令，就 xk 加一就可以了， xk 这一步就走出去了， alpha k pk， 这个是 alpha 当然大于零的啊，这一步走出去以后要计算这另外一点，然后就要计算那个k 加一，这个有了就可以计算这个东西，然后再另再计算，还要计算个 beta， 再计算。这个贝塔 k 加一等于 k 加一平方除上 f k 平方，有了这个，我们到这来吧。有了这个玩意儿以后，这里空一点，然后就可以另啊。就可以 PK 加一，就下一步的那个东西等于负的 delta FK 加一减掉 beta K 加一 PK， 这个是下一步的准备好了，那就完了，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升华了，就可以又回到上面来了。
啊，然后作为一个 k k 加一 k 等于 k 加一，就把那个东西弄完 and 快。这个就是那个算法就这样子，算法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一部分就这两行当然是一个初始化的东西。这个跟线性的时候是一样的，跟线同线性，就跟线性算法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下面，这里如果是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其实是一样的。然后看这一步。这一步是不一样的，就这一步在线性算法的时候呢，因为是直接有这个式子，所以这个时候线性算法的这个阿尔法 k 的话，它是可以直接写出来的，就是 rk 啊，这不是就 delta fk。线性的时候是这个，所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因为线性的时候，它这个这样一个优化问题是直接可以解出来的。那么现在呢是不行，现在这个东西呢没有一个精确解，一般它只是用一个，只是得到一个近似解，而且这个近似解的话就是用线搜索不断的试来做，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要求满足那个强。沃尔夫条件，我们等一下下面还要讲沃尔夫条件，而且这个强沃尔夫条件里面的几个参数还要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这个。然后这一部分，这后面又完全是一样的，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又到这个，又到这里，这个呢又是同线性。所以这个算法大家如果跟我们上一回讲对照一下的话，你可以看这个算法基本上都是，那这个也是同的，这个也是同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那个 αk 在那个线性的时候呢，它是直接可以这个方程可以精确地解出来，但在那个非线性的时候这里做不到了。这是一条，还有一个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那样，就是说在线性的时候，在线性的时候呢，有这个东西，线性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就是 f(x) 就等于 ax 减 b， 你这去一维，这个当时呢，我们也用 rx 来做的，对吧？要来定义的。所以线性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来做。但在非线性的时候呢，你不行了，你要直接要从这 fx 去求导数了，求它的梯度才行。就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就这一条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条是线性的时候跟非线性的时候不一样，然后这一条也是线性跟非线性的时候不一样。这个就是那个算法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个算法还可以有一点要说明，还可以有点说明什么，就这个式子，就这里的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呢就是我们的算法里面是用这个式子的，对吧？那么这个式子就叫 FR 算法，那么这个式子也可以换成够另外的式子，那么就可以得到别的方法。那比方讲这个可以得到一个 PR 算法，就是 beta k 加一，这个叫那个是 FR， 这个是 PR， 这是另外两个人，
它是用这么来算，就 delta f k 加一 k delta f k 加一减掉 k。用这个，就这个，就这一条不一样。算法里面这一条可以改成这个，还可以有另外一些式子。当你整个框架一样，只是这一条不同的时候，那么就得到另外一种算法。但这两种算法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如果到回到那个线性的时候，这两种算法是一样的，因为在线性的时候。这个跟这个一乘呢，就是它了，对吧？这个 k 加一跟 k， 这个是正交的，这个、我们上回证明过，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在线性的时候 ，k 加一跟 k 这个时候的内积是等于零的，所以这两个公式在线性的时候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一般的非线性的共轭梯度法。它都是要求什么？都是要求在线性的场合，就当特别 f(x) 等于这种场合，两次函数的场合的时候，就跟线性的共轭梯度法要一致。那么这个就是算法就这样子了。我们下面呢就是要来证明两条性质，因为你这个是给了你一套方法，对吧？这一套方法，当然从直观上讲。我是从那个线性的场合搬过来的，在线性场合下，我们讲过它有很多性质，对吧？它是蛮好的，但是到了非线性场合，你这个还行不行，对吧？特别你比如讲那个 PK， 就是你一步一步的那个收缩方向啊，收缩的方向的话，首先你是不是下降方向，对吧？你首先要保证它是下降方向。然后呢，你要保证这个算法是收敛的。下面我们就要来证明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面，这个方向就按照这里算出来的 P 这个方向，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方法算出来的 P， 就每次的收缩方向，这个线收缩方向的话，是确实是一个下降方向。就我们所以呢，先证明这条结果。然后呢，再证明一个结果呢，就整套这个方法是收敛的。我们先讲一个引理，五点六，这树上的引理五点六，就是整个这个算法，就是上面那个算法叫 FR 算法，对吧？就这 FR 的话，这个就 FR 算法中，那么这个 alpha k 呢，alpha k 是满足强沃尔夫条件。满足强沃尔夫条件，这个条件大家还记得吗？可能忘掉了，我把它写一写，就满足这个条件，就是 delta， 不是 k 加一 t p k， 就这个东西呢，应该大于等于 c 二，这 f k t p k， 就这个是沃尔夫条件里面的。第二个条件，缺的条件，所谓强的话，就是要求，因为这个是负的嘛，这个方向是负的，所以这是负的话，所以所谓强的话，就要倒过来，就是应该是小于等于，你或者写成个负西二也可以，或者你也可以写成个西二。因为这个是一般是负的，所以绝对值就等于负的，它就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这个条件里面我们要求还要加一个要求，就是加一个这个要求 ，C2 要小于等于二，小于二分之一。在一般的沃尔夫条件里面 ，C2 只要小于一就可以，但我们这里要求它小于二分之一，就所谓满足这个条件，就满足这个条件。这里 C2 是小于二分之一，就满足这个，就是这个阿尔法，在你这个计算这个阿尔法 k 的时候，要求你这个阿尔法 k 满足这个条件。那么这嘛，这个时候呢，这个 FK 这个方向呢是下降方向。就是你只要阿尔法 K 满足强沃尔夫条件，而且这个 C2 要小于二分之一这种沃尔夫条件的话，那么这套算法算出来的那个搜索方向都是一个下降方向。实际上呢还可以证明更强一些，实际上有就更强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证明这个 delta FK TPK 就这个东西跟就我们实际上还有这个结果更强，就是因为你要证明这个是一个 PK 是一个下降方向的话，就 delta F 跟 P 这个内接的话应该小于零，对吧？这两个东西都小于零的，因为 C2 是小于二分之一，这个当然正的，然后这前面是个负的，所以这是负数。这边也是下面正的，因为 C2 小于二分之一，二 C2 的话小于一，所以减一，这也是负的，对吧？所以就变成这个，所以我们将来实际上证明这个结果，有了这个结果，当然 PK 就是下降方向。这两个东西大家来熟悉熟悉好了。比如这个叫 C2 呢？我们这 C2 呢，在二分之一，是零到二分之一之间，这里是零，就零到二分之一之间。我们看这个，先看这个，这个玩意 ，C2 如果等于零的话是负一，这里面是叫负一，这个叫负一，这个叫负二。你先看左边啊，左边这个函数。C2 如果等于零的话是吧，这个是一负一，所以 C2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它是负一，对吧？C2 如果等于二分之一，就最大到二分之一的时候怎么对，这边是什么二分之一，对吧？二分之一倒过去就二，就负二，对吧？所以这个函数呢应该是这样子，负一到负二就是这样子，就这个函数，这个函数负一减 c 二分之一，就这个函数应该这样子。那么再看这一边，这一边如果 c2 等于零的时候什么，这边是一没有了， c2 等于零等于负一，所以零的时候它也是等于负一，对吧？然后 C2 如果等于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带进去，一减一等于零，所以这边是零了，对吧？所以那边呢是这样子，那边等于零了，所以这条线呢是二 C 一减一，一减 C 二都是C2，对吧？所以可以看见它左边的这个线呢是在这根线上面，所以如果是某一个C2在这个地方的话，那么一个是这一点，一个是这一点，
就是你整个的这个东西，上面这个是指呢，就卡在什么？卡在这一段里面，都在负的里面，所以整个这个东西都是负的，对吧？特别你可以，特别比如说我可以看到有这个式子，就这两个数啊，这个是左边的，这个是右边的，从绝对值来讲是这个大，是左边这个大，右边这个小，对吧？那绝对值来讲，所以实际上这个有可以你写一个这种也可以看 FKTPK 除上 FK 平方，这个式子呢会小于一减西二分之一，等等，因为这个比这个大，等，所以有这个式子。那这个就大家了解，就说学说学吧，但就你这个式子一定会卡在当中。那么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个结果，我们来证一下。证明我们用归纳法，就对 K 用归纳法。归纳法的话 ，K 等于零的时候 ，K 等于零的时候什么呢 ？K 等于零的时候，我们相当要证明，K 等于零的时候，相当于就是要证明 F 零 T P 零除上 F 零平方，要看这个东西，看看它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是不是在这两个范围里面，对吧？这应该都小于等于。T 等于零的时候，大家看算法。T 等于零的时候初始 ，P 零就等于 F 零 ，P 零等于 F 零的，对吧？所以这个 P 零就是 F 零，是差一个负号，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等于负的 delta F 零平方除上 delta F 零平方，这个等于负一，对吧？负一嘛正好呀，对吧？因为这个两个东西的话，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就一上一下嘛。这右边是这一根，左边是一个这一根。左边是这一根，随便你给一个西二，对吧？随便你给一个西二，这西二反正应该在这当中，那么应该就在这一段里面，那就是这个是指这个左线右线就是这一段，那么你总会在这里面。刚刚在一嘛，这个一总会在这个里面，一肯定在这个黄线里面，对吧？所以这个就证明好了。K 等于零的时候对了，那么按归纳法假定，就是 K 等于 K 的时候，这个式子对的，对吧？假定 K 等于 K 的时候对了 ，K 等于 K 是引理正确成立。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 K 等于 K 加一的时候 ，K 等于 K 加一的时候，我们要来算这个东西 F K 加一 T。的 P K 加一，要算这东西，然后呢，下面是 F K 加一，要算这东西。这东西 P K 加一，我们还是看算法。P K 加一在哪里 ？P K 加一在那边，对啊，这个是 F K 加一 T。P K 加一等于负的 delta F K 加一加上 beta K 加一 P K， 然后 delta F K 加一平方，对吧？那么这个两个一乘就是 F K 加一的平方
所以被一除的话等于负一，所以这式子就等于负一加上贝塔 k 加一，然后呢就是这个 pk， 德尔塔 f k 加一 t p k， 然后下面呢是德尔塔 f k 加一平方，对吧？这个贝塔 k 加一，大家看是等于这个东西。贝塔 k 加一是这个东西，就是 f k 加一平方除上 f k 加，所以这个 f k 加一这里等于 f k 加一除上 f k， 这两个消掉，所以这是等于负一加上 f k 平方，然后就 delta f k 加一。TPK 就等于这个先放一放，我们这个东西，我们没关系，应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条件还没用，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强，就强沃夫条件，我们实际上还没用，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我们用的就是 f k 加一 t p k， 我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用那个，就这个，这是沃夫条件，对吧？小于等于 c 二德尔塔 f， 这个是用那个强沃夫条件，就这里，这里就是 k 加一变到 k 了啊。k 加一变到 k 了，这个，你当然可以，大家同样去除一个东西，我们要除一个这个东西，那么大家去除一个这个东西也可以，这个东西大家去除一个，因为这都是正的嘛，大家去除一个没问题，还是变成这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然后这个呢，我们。这个东西呢，我们刚才讲这个就是归纳法假定这个式子成立，归纳法假定这个式子成立，这个式子成立就这个式子成立，对吧？因为这里都牵到 k， 没有牵到 k 加一了，所以这个时候再把这个东西引过去，那这一块就归纳法假定里面这一块，就这里面这一块，所以小于等于一减 c 二 c 二。然后就是，那就变成这个，就没有了。就这需要拿过来这一块东西，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就会比一减需要要小，分之也小，所以得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式子，对吧？就这个东西绝对值小于它。那你把这个绝对值小于它写出来啊，写出来就相当于什么 ？f t。k 加一 p k 除上 f k 平方，对吧？这个东西呢，应该就小于等于 c 二一减 c 二，那么应该大于等于负的 c 二一减 c 二，就这个式子当，那就这个式子。因为是绝对值嘛，就变成这个式子。
现在就在这个式子用副业加上去，这边加副业，这边加副业，这边加副业，这个都凑啊，因为这个副业一加的话，就等于到那里了，就等于那个东西，对吧？所以如果在这个三个边上都加副业，我们看这里加副业会等于多少？这个负的一减西二，西二加上一个负减一，那么就减掉一，再加西二，就变成这个，这个等于呢，等于负的一减西二分之一，我这个大写错掉了。哦，这里上面有个西二，西，这个去减掉一，等于这个一减西二，然后就是负西二，这个是负一加西二，就等于负的一减西二分之一。所以这边呢，如果这里加一个负一加上去，加到这里，那么就变成负的一减西二分之一。然后再看这个，如果西二一减西二减一，等于一减西二，西二减一加西二，等于两倍西二减一，一减西二。所以这边呢，这边也是负一加上去，这负一加上去。那么这边呢，就等于两倍西二减一，一减西二。这里负一加上去，这个用负一，这个加上去，加到这里。那么根据这里负一加这个玩意儿，就等于它，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这两边一加加上去，就变成功，等于 FK 加一 ，TPK 加一。那么这就 K 加一正好，对吧？那么这个就把盈利给挣掉了。这就把盈利挣完了。啊，我们这里顺便来讲一个概念啊。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数了，实际上是一个数，对吧？如果取了绝对值以后，这个数呢是被，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这里是零，这个是零，这里是零，这个是负一，负。它这个就在这一块里面呢，相当于在这一块里面。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啊，这个是题外的东西，我证明完了。现在我们来看，假如说是这个，比如 XK， 这个 XK 无所谓，我这个比如说 UK 呢是一个非负的数，那这个是这个东西。UK， 这个是非负，是一个数了，非负数列，数集好了，是一批数，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存在一个叫，比如叫 C 八，一个叫 C 八，都是大于零的，使得什么呢？你这个 UK 呢，总归会小于比这个小于等于 C。这玩意大于零，这个当然小于无穷大，就这个数啊，就如果你这个画出来的话，就有两个杠杠，这个是下界，这个是上界，你那个数总会在这个里面跑的，就是被借助。这个呢，这个数呢，你可以讲是上面有界，上有界，下呢，下离开零的。这个代表这边
这边代表上面是卡住的，你这一堆树上面都卡住的，这一边代表呢，这一边代表呢，下面呢可以顶住的，你不会到林里面去，就这一类树林，就上有界下有力的树节了，这当然不一定是废物的。树节的话，这种树节呢是，你像比如这个树就是一个树节，等到取个绝对值以后啊，才是废物的嘛。这个 K 很多的，这很多树就是构成于这样子一种树节，对吧？这种树节呢是有点性质的，对吧？我讲一讲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下面证明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有哪？这种树节就是意思说存在一个树，你这一堆树呢都被它压住了，然后还存在一个树呢，你这一堆树呢比那个树总会大，但这个西上界下界可以变，但是要确定。一种是封闭的性质，我们来看，就是我如果 UK 是这种集合 ，VK 呢也是这种集合，对吧？那么就是什么 UK 比如加 VK 呢，也是这种集合，这很容易证明的。你要证明它这个是这种结合什么？你要找到两个数，两个整数，一个整数呢比它所有东西都要低，还有一个呢要找到一个整数呢，要找到一个正的数呢，使得呢这个东西都比它大。比如像这个东西，我很容易证明，因为 UK、VK 的话，那么一定是小于等于什么？这个东西比如一定小于 U 八加上 V 八，对吧？那我就要把这个东西作为我这个数列的上界就完了。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东西加上这个东西呢，一定又会大于等于它，它一定会比这个要大，这个东西呢会比这个大，所以把这两个东西的下界拼起来就会比它大。所以你两个数组如果是有这种性质，那么它们的和也是这种性质的。还有了这个，这个会是它。而且这种东西也会是它，比如说是 UK 除上 V 结好了，这个也是一样的，或者呢是 UK 乘上 V 结等等都是的，这些都是这种性质的，因为你像这个东西要证也是那样 ，UK 除上 V 结对吧？这个一定小于它，它一定比它小，这个呢，这个是。要用它那个下面去弄，所以被这个控制住。然后从那一边来讲呢，它一定比这个小，然后一定比这个东西。所以你用这个东西作为它的下界，用这个东西作为它的上界，那么这组数的话，就会被上面卡住，下面也挡住。所以这是一类封闭性，就你这种数列，都是你加一加也好，减不行啊。这样可以，乘可以，除可以。还有一类呢，就为什么这一类数节很好的性质呢？就还有那个保持收敛性。就是如果我 x， 比如说 k 是趋向于零的，对吧？那么。那么呢，这个 UKXK 呢，也是趋向于零的，而且这两个是等价的。这当然就讲的是 UK 是那个，就是说上有界，下离零，但这个意思对吧？因为你如果趋向于零，这个是只要证明它趋向，你一取绝对值，这个东西反正比 UK 小嘛，对吧？那你要证明它趋向零，就是 U K X K， 这个小于等于 U 八乘上 X K， 这个反正是一个常数。这个如果趋向于零，这个当然也趋向于零，对吧？倒过来，如果它趋向于零，
那么这个 x 趋向是一样的，你叫 l 就是 xk， 你要证明 xk 等于 xk 等于 uk 分之一 uk xk， 对吧？那么这一部分是趋向零的，这个东西小于等于由下面一弯再乘上 uk xk， 那么这一部分是趋向零，那么这个趋向零，因为这个是个常数，所以它趋向，所以它的收敛性是一样，趋向于零的收敛性是不变的。啊，一个数列趋向于零，那么你这个数列去乘上一个这种数列，就是上有界下为下立零的数列还是一样，对吧？同样，如果这个东西小于无穷大，那么就那么跟这个东西呢是一样的。UKXK 小于无穷大是等价的，就是说它如果小于无穷大，这个一定小于无穷大，这个如果小于无穷大，这个也等于小于无穷大，对吧？如果这个发散，那么这个也发散，这个发散，那么也这个就这样，就是有这个保持那种收敛的性质。这个玩意我们等下要用到。现在有了这些准备呢，我们开始来讲那个最后一个结果。就讲一个定理，五点，这个是六七，这个应该七，五点七，书上定理五点七，它是阿里什么东西阿里，这是这个人的一个证明的一个定理。阿里巴里定理，就证明这条定理。那么我们先讲讲条件，是水平界，这水平界我们常常用的 L， 因为我们都是讲的那个下降方向嘛，就是每一次迭代都下降，所以你要考虑的 x 实际上就要考虑这种 x 就可以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东西。那么另外假如 n 是包含 l 的一个开阶，那么这个有阶，也就要有阶。有阶嘛，就是说你不会到无穷大去啊。这是这个，那么 fx 在这个上面是 Lipschitz 连续，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 fx 减掉 fy应该小于等于某个 Lipschitz 常数乘上 x 减 y， 就这个满足这个条件，对吧？我们当然还要求在这个算法里面还要求这个 alpha k 满足，这前面那样满足这个沃夫条强沃夫条件。其中要求就那个零小于 c 一小于 c 二，就不是一般的沃夫条件，还有加上这个东西沃夫条件。那么有这个条件，那么这个肯定证明就极限定理，因为这个玩意儿就这个东西呢会等于零的，就 k 趋向无穷大，就证明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证明这条结果。下面我们来证明一下，我们是用反证法，整个是用反证法。我们整体是用反证法，我们上回讲过，这个东西假定它不对，如果不对的话，那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个，
这第一部里面东西，这就存在那个，存在一个就是，比如叫做伽马，这玩意大于零的，使得呢这个东西 ，F K 会大于等于伽马下面大于零，对吧？K 充分大的时候 ，K 充分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讨论极限了，这个充分大实际上没关系，就是你讲的，因为扔掉一点有限的东西对我整个讨论是没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无所谓，就是你可以讲的所有的这个都对都可以，因为你就把前面扔掉就完了。所以这个就是等于用反证法的话，我多了这么一条性质。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那个从引理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哦，我们还有就是根据我们定理条件，这个条件加上这个条件以后呢，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梯度啊，梯度上面有界的。这里因为有界以后，就大家知道那个，应该就是说这个多元里面，你不管你单元函数，你们知道，在一个有限区间里面，有限区间里面的连续函数，应该它是有界的，对吧？所以是这样的，根据定理条件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存在或者就上面的东西，使得呢。被卡住的，就是根据这个条件，就是有这个。你们这两条一来的话，就说明什么问题？这两条一来，就说明这个东西，这个序列是什么？是上有界，上有界下离零的，对吧？我们证过引理。引理无非就是强沃夫条件嘛，我们在这个定理里面把强沃夫条件也搬过来了，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函数也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就这个 FKTPK 啊，就这个数列，这个数列当然小于刚才那边有什么，小于一减西二分之一。不仅那边其实也有个不等式啊，那边那个不等式因为不用我不写了，它实际上也是，这个也是一个上有界，下里。这也是一个，就这三个东西弄在一起，实际上我们得到了两个序列，一个是 delta， 一个就 delta FK 梯度的模，这个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是这个内界跟梯度模的平方的这东西，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都是什么？上面有界，下面是一个离开零的这样一个序列。那么这个序列当然有刚才这里讲的，当然刚才有这里讲的好多性质，封闭性啊等等这一套东西，对吧？就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呢再来，这是一块东西，然后我们来看，这是第一块，比如说，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块。第二块呢，我们这个定理条件已经包含了我们那个第三章里面那个讲的那个所谓的 I 加 K 这个定理，第三章里面，因为这是条很一般的一条定理，对吧？就这条定理的基本条件就是要用这个条件，而且它那个阿尔法 K 只要是沃尔夫条件，我们这里实际上是强沃尔夫条件，所以呢比那个地方更强了，所以呢，当然在我们现在这条件下面，这条定理是成立的。
对吧？所以根据这条定理，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上回我们那个定理就知道这个函数 ，fk， 这个函数就这样子 ，cosine 平方西塔 k， 这玩意是小于无穷大的，对吧？那我们把这个式子，我们来写一写啊 ，cos 西塔 k， 我们来写一写啊。这个 cos 西塔 k 的话，这还是不太够用啊。这个 cos 西塔 k 这个东西呢，应该等于是这个 fk t pk， 就是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夹角啊。这个应该是负的，就这个负梯度方向跟你那个收缩方向的夹角。的 cosine， 所以这里呢应该 delta fk 再除上一个 pk， 对吧 ？cosine 这个，所以如果平方的话，就这个整个平方，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带过去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啊，这个东西 fk 平方，就 cosine 西塔平方。cosine 西塔平方按照这里弄出来就变成功，fktpk， 然后就是 delta fkpk， 你和这个不要，对不对？就等于它，对吧？这当然就上面就平方那个，下面呢，这是我们把它凑一凑。这是写一写，这里呢就是多两个，多两个的话，这里再弄掉，这个看看这个对不对啊？这个 PK 平方这个拿出来，然后这个上面平方就上面平方，这个呢要平方，那么这里四次方，所以这里多了两个，所以多了两个，这里要补两个，补两个平方上去，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它，对吧？现在再看这个什么的，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是一个。这个东西是一个，就那种我们那个有界的序列，对吧？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有界序列。因为那个讲过那种序列的话，它的平方、它的乘啊、除啊都是有界，所以你这里面是有界，那么这个数理也是有界的，这个里面有界四次方也是有界的，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这种数列，所以呢。所以整个这个东西的这个数列的收敛性，对吧？就这个数列的收敛性就跟这个东西的收敛性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推出，这是小于无穷大的。那根据这个小于无穷大，因为这个数列就等于跟这个数列呢都是用乘上了一些那些特定的数量，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东西。这第二，然后第三部分我们是将来导出一个矛盾，那么就可以证明了反证方嘛，导出个矛盾就是要跟这个东西去导出矛盾了。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来我们要证明啊，这玩意又是发散的。你又收敛又发散就是矛盾，那么现在来看，来估计这个东西 PK 加一平方，
这个呢，我们按照我们的定义，就是 FK 加一加上贝塔 K 加一 PK 平方，对吧？这个当然平方你就长出了，小于等于，小于等于就是那个贝塔 FK 加一平方加上两倍的贝塔 K 加一，然后就这个东西乘这个东西。delta f k 加一 t p k p k 再加上 beta k 加一平方 p k 平方，就这个。我们要用的还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前面是弄到了，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在哪里？没关系，反正我们直接来再推一遍，因为这个就是用强，先用那个强，那个叫做强沃夫条件，把它变成那这个的，这里是用强沃夫条件，这个不变 ，k 加一平方不变，加上两倍贝塔 k 加一。这个是用那个强，就是 C2 乘上 FK TPK 再加上 beta 平方 K 加一 PK 平方，就等于这个东西。这个呢，这个再用引理，这个就用引理，引理就是那个那就它这个绝对值，用引理的话，就是一减 C 要乘上那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小于等于。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就是引理，就一减 C 二分之这个。我们现在把那个贝塔 k 加一，把它用那个公式里面的东西带进去，带进去以后，我们知道这里等于贝塔 f k 加一平方加上两倍，这个东西呢就是 f k 加一平方除上 f k 平方。这个拼在一起是 C 二，一减 C 二，然后这个有一个 beta F K， 平方，再加上这个 beta K 加一先保留一个，然后把另外一个写出来，另外一个写出来就是。现在这个 delta k 加一都有，所以把这个 delta k 加一都抽出来，除过去，除过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除过去以后，我们就得到了。就这个，就是小于等于，小于等于这里是一加上这个，对吧？这一加上这个。
那这个还可以消掉，这个消掉，这两个消掉，一加，一加上，这里是一，这里是加上那个两倍西二。再加上这个，这个已经除掉了，拿过去除掉了，这个呢放在这个下面，这里还有个贝塔加一，贝塔 k 加一，这个呢 pk 平方。对吧？这个式子当然弄掉，一减息弄上去变成这个式子，变成一加息二，一减息二，反正这是一个常数，你反正就，或者我把这个常数叫息就完了，对吧？没太大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递归式子，那，对吧？这里是 k 加一，这里是 k， 所以得到了这玩意的一个递归式子，对吧？所以呢，递归式子以后呢，我就可以反复的用，对吧？所以我比方讲用再用一次，对吧？我再用一次，再用一次的话，这个我现在假如叫它西好了，对吧？就变成西加上贝塔 k 加一，然后里面这玩意儿。这玩意用这个公式，用这个公式应该等于什么？西加上贝塔，这里 k 加一减掉一个 k， 然后这里呢 p k 减一平方，贝塔 f k 减一平方，就变成这样子，对吧？变成这样子，再来，哎，把这个式子又可以。所以这样子呢，你可以一直变成说 ，c 加上贝塔 k 加一，这个 c 再加上这个贝塔 k， 然后呢又是 c， 又这样，加到最后应该什么？最后应该是 c 去加上一个，对。或者我上面再写一写，这样子也可以，但是可能那样写一写更清楚一点。这式子呢就变成 c 去加上一个 k 加一 c， 对吧？然后再加上 k 加一 k， 然后就是 pk 平加。pk 减一平方 ，fk 减一平方，对吧？就变成这样子。然后你一直做的话，一定是这样 ：c 加上贝塔 k 加一 ，c 再加上贝塔 k 加一乘上贝塔 k，c 再加贝塔 k 加一贝塔 k。贝塔 k 减一乘 c 加到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东西，贝塔 k 加一等等乘上贝塔一，然后呢这个比它小一个就是 p 零平方 f 零平方，那就会等于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c。这个加息，这个再息，再息，息可以挂出来这样的。这个式子等于一，因为 P 零就等于F 的梯度负，所以这个式子等于一，这个、式子等于一，这个东西等于一的，所以这个可以拿掉，对吧？就等于这样一个式子。这个式子大家可以看，贝塔 k 了。对吧？贝塔 k 的话是什么呢？
贝塔 K 刚才讲的，贝塔 K 的话就是这里，就等于两个网页的一除，所以你如果这个贝塔 K 加一跟贝塔 K 一乘的话，等于什么东西？这个数字等于什么？这个等于这个数字会等于 F K 加一平方除上什么 F K 减一平方。等于这个东西，然后这三个在一层的话呢，应该是前面还是一样，都是 k 加一，因为一个个约掉了，然后就下面要变掉 k 减二平方，那就这些东西呢，对吧？这些东西，这个当然就等于对吧？就等于它。反正这些系数大家看什么还是这些东西对吧，所以呢这些网页应该什么，我刚才讲它还是一个上有顶下有下离开零的这种数列，所以所有这些系数应该什么，应该都是可以被一个数字被某一个常数控制的对吧，所以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常数小于等于叫 b 的话，我这个只是指一定 c 加上 b c 加上 b c 加上这个被上面那个控制一直加到 b c 一共有多少个呢， k 加一个，所以一定就这个就等于 k 加一 b再加上一个 c 就变成哦 c 这里还有一个 c 对吧，有了这个式子呢，我们再把它倒一倒就变成什么东西，变成个F K 加一平方 P K 平方啊 P K 加一对吧，那么这里小于这里就应该大于等于，大于等于是什么东西，大于等于k 加一这个都没关系啊，这个反正都是常数，重要是这个东西 k 分之一这个级数是发散的，所以这个级数呢是发散的对吧，按照刚才讲法就是这个级数发散，而上面那个东西都属于那种东西，都属于上有界下有下离开零的数，所以这个东西马上就可以推出来，就这个式子 PK 平方这个是发散的，那么这个跟这个就矛盾了，跟刚才讲的矛盾，这矛盾就证明了定理就完了，下面两次争取把那个第六章讲完吧，反正是，但是会讲粗一点啊、哦。